前途堪忧，全家事业陷入谷底。出门前途一片不看好，以前是一片远景，住得好好的。在盖的时候，其实就完全挡我们的阳光，就有跟他们打官司。现在是做保险业务，大概有30个月没有收入。他也是都只有做打工的性质，一直就是有志男生。暑假的东西，对对。